样来指导你，你来看看啊，他们自己的东西都是给啊，一点点的时间不行借我啊，而且你这个包的不能给结构的才是钱啊，这个不是我的，但是我不是你说的，这是我的钱啊，管理主管的这里啊，你包还是舒服的，你还是舒服的，你要不明白其他这个做机构的啊，不是很快的啊。然后你开它的十一二区，可能原本这边大概半这边范围有一个原本的一区的三区，那现在原本一区的三区并不到一个二区的一区来的。三期的就是在这里一起开发了，对，那我请问你们有没有计划的啊？这两个是什么计划？他岗位他已经交过了，他八月三十一号几点吗？这次呢？赶快几点？赶快几点？现在是在变成第二区、第二区跟这一区的范围，这一区没有。如果有那个范围没有的话，谢谢啊，谢谢局长。
在单一上挑战，所以拜托大家，咱有意见的噻，请总理来看你，当然咱相信，但是大家台湾哦，过去哦有一个有先斗的哦，不再玩你哦，假的逻辑哦，没有单一上挑战的，好，拜托大家哦，谢谢。好，我多谢朱秘书长、何乐长哈，感谢哈。啊，但是咱比较伊来问题的进行哈，我有三个，我给你很多消息啊，啊，不如够哈，我他立马怎样哈？第一条哈，但是中正东路哈，一条两三家，因为那个中学淡水河北侧道路，七八旗舰店八月十六号已经举办施工说明会。开工前的这个意思就是说，因为有包装，底下嘛破开啦，破开啦，叫我所谓开工前做的工作，所以这个部分呢，因为没办法啊，所以这个部分好像是四级的消息，我们这是跟委员哈，那个蔡英文那个区长哈，共同应该努力的结果。啊，不明天是不毛不接头，三天标哈，不毛补助173%的经费哈，那这是 A 的消息。A B 哈，当这个经建会哈，把这审查案件单台结余申请结果查出来，那为了我们说哈，环境消防用用哈，经建会审查。协议叫做这个在国际上是重要的啊，它是非常重要的，欢迎大家对国际的法律意见的建议，所以欢迎大家到我们国家宣传去看一下，应该是可以比较最少的，一定是最现实的，最淡的是最现实的，最淡的是最我们这有三个说明会，一个是。啊，点上来都加薪嘛，那不会套房的，比如说，但好像在那边台湾在租嘛，但按按以上说，这将来这薪水一定要放给他，发到身边来打去。咱发到这些，将这暂时是在公共。按红树林一直到我们新市镇里面啊，那个国家新都按自然的怎么样搬过出来，这块那个上新店，啊按国家新都的话，那个那个搬自然的地方啊，最少还得是政府同意要做可行性评估，那所以只要进入可行性评估，这根本就是常态了。啊，除非将来评估的一个的时候嘛，这个不可行啊，除非是评估起来是不可行，当然我们是按照这个既定的程序可以继续去推的。好吧，就是上海动作起这个关键的时候都来不及发现，值得恭喜啊。好，我想问各位政治的时间啦哈，啊，咱讲话咧，现在我什么都有，现在都到我这下来哈。因那个人的问题哈，那我不一定按照这个方法来哈，你每个礼拜二或礼拜四哈，可以到现场找我们工作人员，可以获得更仔细、更详细的说明哈。啊，那是大家在这里共同进步的目标，欢迎你共同来共同做。那这帮忙碌都差的哈。为啥呀？我们要统一来维持一下啊！过来，我来一位，好，第一哈，第一位啊，还有没有？好，第二位，还有没有？我们先征集三位，好，一二，还有没有？好，来后面这一位第三哈，哎，第二位，哎，要换一个啊，换一个。